历史不断重演，读经彼得后书二章一至十一节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，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足足的灭亡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全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判定所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成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尴尬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二人挪得，因为那二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二心就天天伤痛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除肉身纵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。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。今日的世界甚至教会有几多异端和假教师呢？彼得指出，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早在旧约时代就有假先知的存在，人数有阵时比真先知还多。初期教会亦都有假先知，我们今日亦都有不少假先知，他们经常凭着个人的影响力带领其他人走入歧途。我们怎样识别假教师呢？彼得给了我们几个重要的提示，他在第一节就指出，这些假教师会沿用撒旦在伊甸园里面使用的伎俩，他们未必会公然否定神的话，却是让人怀疑神的话，或者说你理解错了，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然后用他们的解释来说服人。其次，他们通常会鼓吹道德开放，正如我们在现代社会所见的一样，基督的名因此不断被人贬低，不再获得应有的尊重。而第三，他们很重视金钱，彼得说他们的目的是取利。第三节，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他们会从追随者身上牟利，以致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过大多数信徒。今天有不少假教师拥有丰厚的财富，却是从来不交代自己怎样处理钱财。彼得总结出他们的其他表现，但是最终明明地说，神必刑罚他们，正如他在旧约时代所做的一样，他今天也都必然向他们施暴。彼得亦都提醒信徒，当审判临到的时候，神亦都必定能够拯救他的儿女。彼得提到挪亚和罗德，他们都是神大能拯救的经典例子。第九节下半句虽然提及审判，但是上半句他是清楚地指出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。这句话岂不是很令人鼓舞吗？审判虽然必然临到，但是神亦都必然顾念属他的人。信徒必须时刻谨记一个真理，